哎、欸，来了来了，他们四个哦，他们三个来了，中间。好，我去他们家里啊、哦。去做剑指射他们，对我发光。哎呦喂呀！哎，有干掉干掉那个，干掉他们的战士。杰瑞也这个这个这个、有一个有一个，小雨小雨，小雨小雨在里面，小雨在里面。干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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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。他有他们这一波冲，其实反而是死死比较大。他们家反而是亏了亏了亏了。对对对，没事没事没事，继续挖。哎呦，可恶，没挖到半下，发光。有缺食物再跟我讲。哦呦，我们20年，我们需要比较多的红石。哎呦，哎呀，有我看到的红石。啊，你红石在哪？你身上吗？嗯，在那个箱子。我去拿。又在箱子里啊。谁要保护山的头盔？谁在破玻璃？哦，我想要走近一点。保护山头盔，谁要？谁要？谁要？赶紧拿去。我换保护二头盔，所以要保三的头盔可以拿。好、啊，我最后阶段了，掉链他们卖到链好，守住就好了，守住就好。好，守城，守城，守城。对对，他们会想办法冲。那我趁这时候再去偷一波，可以。好、啊。哎呀，我要怎么进？哎、欸，没事没事，就这个，就这个。凋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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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这个就这个。我刚才吓到，没事没事。哦。好好好，这是杰克从左边山上哦。好。左边山上，阿贝有看到他们退了，他退了，他退了。我问你，哎呦，刺激的，哎呦，都想来了，都想来了。哎，热锅上的蚂蚁，铁巨人任务，巴西猪队友，巴西猪队友，猪队友，我还不打，我不要。哎，中间三个人全部都虚弱，哇，问虚弱，问虚弱了。哎，中间现在全面虚弱。哎，哇，地上还有那个陷阱哦，不晓得谁弄的。啊，我放一个的，你们踩不到就是。杰克来了，杰克在家，杰克在家里。哦，他们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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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可以攻，可以攻。家里稍微看一下，团团刚刚过来了。好，我们我们先打，打仗。杰克来，杰克来了。直接杀那个那个还裸装的，有没有看到那裸装的屁股屁股？猪队友，等一下我设定错了，猪队友。我们杀人。对，为什么他们猪队友没有帮忙啊？我不知道。完了完了，我痛我痛。我想说，怎么可能他裸装还可以不？猪队友没推他。猪队友是在打我。对，猪队友打自己了。还有人用错了，是不是？还有也是他们队的没错啊。就是你把他人打死，然后猪队友就打你了。不要啦。猪队友，哎呦！结果猪队友，哦，我吓到了啦！哦，八七对手，那个核心，想一下把我吓到，两级啊！哎，他们现在会一直冲，因为我死掉了，我30秒。好，你们小心喽！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，在家里，在家里，记得用技能定他们。抽桶，抽桶，抽桶，抽桶！定一下，定一下，定一下，定一下。二零定，二零，不在这边定，不在这边定啊，不在这边定啊！全部定住，全部定住。耶！哦，你都喜欢在头核心前面定哎、欸。哇！啊！我真的是累死了。难干。辛苦了。可是确实，我觉得节奏比一代快很多啊，可以。一开始有你们拿走那个我们的附魔台，让我们整个都很厉害。偷拿。影月你太宅了，懒得不出去。哎、欸，杰瑞也很宅，你说我们？杰瑞也都宅在家。你的直播没画面呐、啊？有啦，有附魔啦。人家杰瑞没直播，你有直播啊？没关系啦，这不重要啊。每次都重新挖下面，然后挖到那杰瑞就说：“嗨，你好”，就下来了。我就在家里面听声音，哎、欸，这后面好像有声音，然后团团就被开箱了，很烦呢、欸。哎、欸，杰克，你的斧头是什么？杰克，你的斧头是什么？风力二啊。我就知道了，我就知道弄到风二。可是我衣服很烂啊，而且因为你是那个游侠，没有帽子。QQ，、哦、刺激，刺激、啊，我觉得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好玩好玩好玩，而且真的是进四核心13，对啊，
豆多的儿，你看我啦，死亡分装格数，好多28格。哎、欸，大家这应该可以让那个、啊、结束后有个书或者是什么可以让大家看啊。好好好好，下次更新。死超大，真的50格，好夸张哦！真的超扯哎、欸，五十格。五十、嗯、哦，对啊，喷总喷装，哎、欸，总喷装格，啊、哈气，哈哈哈哈，66格，白金，哇，78格，我就说我很衰啊，这叫做地狱倒霉鬼，本场的地狱倒霉鬼就是白金，我还有一次死掉喷10格，哇，好惨哦，太惨了，我喷6格我已经觉得很惨了，我觉得我在喷总喷格数还好。那个闪闪是直接1、2、3格全部被空，哇！主手武器全部不见了，武器的地方不见，是千王哎、欸，千王装。你看繁星那个裤子跟裤子有内内又没了，他每次都掉身上装备。我每次出去，巧克力要提醒我一次，哎、欸，穿东西呀、啊，穿衣服啊，穿衣服啊，很容易这装备就不见了。对啊，那是地狱倒霉鬼。我在身上塞垃圾哎、欸。啊，那个没有用，它是分开计算，你空格也会变那个。哦、对啊，所以身上会很多空格有那个混浊之物。哦，好吧、嗯，我以为塞垃圾会有用。我就拿那个海带啊，然后把它分开来，5格分成5格。塞在身上。Oh my god！ 啊，再一场。好。继续内斗啊，都可以，要你要跟观众打看看的吗？观众可以打看看啊，可以打看看，打看看是不是？测试 bug 啊，这蛮可怕的哎、欸，抢先试验，都可以，你们去试试看。而且这样的话，我觉得可能测试 bug 呢，如果还有其他 bug 呢？嗯嗯，对，这样可以测平衡性啊什么的。因为这次其实如果有 bug， 其实就是在测平衡啊。嗯，好、嗯嗯。然后那个八七猪队友真的很。八七，哎，你们又没有八七猪队友，而且你们的八七猪队友都不打你们哦，还打我们的、欸。八七猪队友那时候挖到的时候，然后想说，嗯，反正就是繁星，对，啊有八七猪队友。对我那时候准备挖下那一下的时候，突然被猪队友推了一下，我干啥想谁呀？然后他就说每个人都有配一个八七猪队友，我就有2、3只在追我，但是20跑掉了，20都说啊，什么八七猪队友过去了，加上我的那个猪队友直接跑到那个城镇外面，根本没追到我，看很多卡在桥上、欸，八七猪队友就是你啊，20，对啊，他追过桥就不追了、欸，对啊，会卡在桥上，嗯，他卡在桥上，那超八七。哎、欸，对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经过桥啊，要经过一半要过去的时候，会突然卡一下吗？不会，不会，你都不会吗？不会，嗯、不知道什么。还是这个，我大概知道是什么原因。有盔甲架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是那个我们的头颅。哦，你过来说读取我们家的商店，刚好再啃了一下、嗯。哦，也是有吃了也还好吧，就是来回应该也读一次而已吧。打一回，有时候可能你过久了，他那个资料会不见，你要重读。啊，你是有距离调远，说不定就……哎、欸，对，调远就好了。我可能调远一点吧。对，嗯、因为你调比较近，然后他每次又要都要重来，重刷。调远一点哦。那你可以看两边的距离，然后调直接调32。我是调12啦，调12就不会有这个问题。我刚刚12有啦，你都在家，你才不知道嘞、欸！你有出去好吗？你不准，你不准！你有出去，你有出去，但几乎没什么过桥啊。有，很少，可以啦。守门员，可恶！讲完的好不好？去 RC 27476011交。好，试试看，试试看，让观众来。所以我们应该是选绿队嘛，对不对？嗯嗯，你怎么嗯了？好，绿队，嗯，绿队，绿队，对对。嗯嗯，这是传统吧？是传统，传什么？传什么？传统，传统团。哎呦，哎，所以我们现在看得到隐形盔甲架是正常的吗？正常正常正常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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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，先选职业咯，嗯，最低我要当矿工，
你要单框，而且矿工好强哦，可以把别人定住、欸，很强啊！二零都帮你们定在我们核心前面哎、欸，超强，有那至少这样你们比较好输出不是吗？没有无敌，你们也比较无敌啊，你们无敌哦，对，你们、啊、所以你知道了吧？哦好，那二零真的是好棒棒，那二零真的是好棒棒啊。我不哪知道，我就想说用一下。其实我就觉得啊，守护者一个到两个就够了，不用很多。嗯，因为守护者在家里的恢复效果其实很强。刚刚两三个人打我没什么扣血，就是打一下，然后你马上回来了啊。对啊，而且我的装备那个时候只有保护一的样子吧？真的假的？我们以为你大概保二保三了、欸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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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保一而已。啊，对，你打不动啊。然后刚刚你们不是要杀掉铁巨人还是什么？啊，抢那个繁星点点经验归零。对啊，二零哭得很惨。一定的啊，矿工不要，我的经验值不要。29等哎、欸。他挖到三十，二零三十等。我29等被笑一次，然后第二次的时候，他说没关系，我这兼职，我说我还是去弄一下吧。我那时候又抽了10几等，去捡星星喽。麦快重开一下，好。好好然后你们二零跟小雨选对吧？好啊。我现在三个矿工了。我是选。毫无特色的那个我刚刚最多就三个吧，我刚刚巧克力选那个，可是我真的觉得毫无特色，好无聊。那就是还有帽子啊，但是我觉得游侠的攻击也很猛啊，抗二、嗯、那时候拿着有时候都可以逃掉别人的攻击、嗯、那你们都选好了？选好了、嗯、已经有三个矿工了。这么多矿工，三个矿工够了吧？一个矿坑一个就够了啊。对啊，三个矿坑刚好啊。打架其实也可以来当矿工啦。我知道啊。嗯。可是只是他的目标很明显而已。那就是不要闹，不要守护者一下。还是游侠好了。我们现在守护者有几个啊？现在守护两个。我跟 Jerry 守护两个、啊。我当打架型的守护者。打架型，打架型，那我当守家型的守护。挖矿是守家型的游侠，守家型的游侠在家里放满陷阱。对，其实后来发现虚弱攻还蛮强的、欸。有啊，对，虚弱一定要削弱，一定要削弱，感觉有点太便宜了。嗯，再削个，因为原本是15秒，有点长。对啊，而且又算是蛮便宜的。削个大概剩，你觉得要把它削弱还是要变贵？哎、欸，我记得这个地方，我觉得削弱一点吧。这是几秒？十五啊？15秒，有点长。我觉得变成10秒左右或一秒，折中7秒，好，就7秒了。削弱加变贵呢？削弱加变贵，把这大先慢慢调吧，一项一项调吧。哎呀、啊，嗯，不然就是虚弱可以射到队友啊。哎，那再问一个，哇塞，有那个、啊、同队营伤害还没打开啊？哈哈哈哈哈！太尴尬了，好不好？好，碰碰撞 ，OK OK。两队 OK， 碰碰碰。欸、所以其实一看也可以知道他们的职业哦，有没有？对啊。嗯。两个没选就会直接是出席者这样子。嗯。哎呦。哦。对啦。什么是血小板？其实突袭者也还不错啊，就是万用。对，万用。你要怎么做都可以。我是万用的，所以他是什么都可以拿、哦。没有，他没有办法拿任何职业啊，这拿不了。要职业的东西，他不能拿职业的东西，拿不了。不然什么叫万用啊？嗯、真的听不懂。哦，就是你可以去进攻，也可以去防守啊。因为像守护者，你就只能防。嗯，你不能攻。去敌人核心就会被凋零。嗯，哎呀、啊，那游侠的话，你近战打的话，可是你没有帽子，其实就有差。哦，懂了，差蛮多，懂了。所以突袭者感觉就比较万用。那你当你去挖核心，罪恶值高，你也可以回家防守一下。嗯哼，我的突袭者算是算进攻角色，嗯、应该是突袭者。他是工具人，做什么都可以，做什么都可以。没有错，工具人的定位。嗯，只能说好，不能说不行。看来下个版本要改名字。嗯工具人，工具人，改成学长了、啊欸。有了还没那个、欸，有了还没选对，选对。好、哦，他就有到有一键指令、嗯、，kill， 未选对的直接到红队、
哦，好，到时候弄这个。嗯，强制选队，嗯，换队伍啊，乖的换队伍的啊。嗯、有观众跑过来了，什么观众 ？H A N T O M X J A， 什么啦？哦吼！哎、欸，你第一场过来打田的时候，说这是哪个观众啊？乱打田呢、欸，好爽哦！你们矿物都减少个两秒，好，好，人那么多，生命就一百，嗯嗯，你们记得沟通哈，对面的，暂时少个五秒，用嘴巴说，不要用手。你们会比较想要刺客先出来，还是结界师先出来？刺客吧，我觉得结界师很猛哎、欸，结界师好猛，捡起来很二，对不对？把人家捡起来，然后用灭嘛，对不对？我知道、啊，可能没有这个功能的、啊，可能没有这个、啊。我觉得那个最强，太帅了，太帅了，先灭巫生之地啊！这不是太挂吧？大招大招大招，直接把人家灭了，绝技。方圆定主角哦，我的天哪！太怀念了，太怀念了。